这个男二公子想必就是来世双臂的蓝忘机，来世家主蓝曦臣的弟弟。我师姐他们进来了，他放进来的。看来你也没有那么的不近人。喂，蓝湛，你不是吧？就算我向你道歉还不行吗？兄长为何带上他们？我刚看你神色好像有点想让江氏两位公子一起去，所以才答应的。难道不是吗？首先给你拉我吧。我不与旁人出口。哎呀，我们都这么熟了还算什么旁人啊？不熟。木偶乃重要之物，非父母妻儿岂能触碰？现在呢，对于我认同的人很想跟你交朋友的。不需要。况且我这个灯可是为你男二公子专门做的。哎，你笑了。愿我魏无羡能够一生锄奸扶弱，
无愧于心。那么多世家子弟，你为什么只和蓝湛道别？我欣赏他不行啊？谁让你们都打不过我，我独孤求败，难得棋逢对手。这兰儿公子可真是风华绝世，好一个翩翩公子。还真是。Thank you.
要如何才能定一人之心？人之为人，其在于本身，非是非黑白四字能断。若是一人，也非以黑白是非可以断之，而是在于心之所向。蓝湛，我明白你的担心，但是我魏婴向你保证，我绝对不会有堕入魔道的一天，你信不信？让我帮你。这几日蓝二公子每日晨昏都来这里为你弹琴清心凝神，喜欢上另外一个人啊，我说的是那种喜欢。你怎么突然问我这个呀？你有喜欢的人了吗？不是不是，师姐，我可不是有喜欢的人了，至少不要那么喜欢吧。事有定法，我希望魏公子不要因为过于自我而影响到身边真正关心你的人。你把我当成什么人？曾经把你当作我毕生知己，现在仍是。我想带一人回云深不知处，带回去藏起来，只怕蓝湛，如果我和他们之间必有一战，那我宁愿和你决一生死，要死也至少死在你寒光君的手上，不远了。
该不会是为了我来的吧？不错。燕哥哥，有钱哥哥到底还会不会再来呀？应该不会了。为什么呀？不为什么，因为这个世界上啊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啊。蓝湛，我就知道我们终有一天要这样真刀实枪的杀一场。一直以为江城会永远站在我这边，而蓝忘机则会站在我们的对立面，没想到事到如今，一切却是完全颠倒的忘机。
你为什么帮我？不夜天没有和你站在一起。所以这些年在找我。蓝湛，你记住了，这件事情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记不记得在云深不知处你问我什么？蓝湛，不过在那个时候你真的信我吗？一条独木桥走到黑的感觉确实不差。畏惧奉承我的时候，你是唯一一个骂我的人。但是现在，所有人都巴不得我死，都恨我、唾弃我的时候，你却是唯一一个站在我身边的人。蓝湛身上的疾病痕是怎么回事？乱葬岗上，忘机独排众议，惹出了不少乱子。忘机禁闭时，我曾去找他，也曾劝他，但他却跟我说，他既以你为知己，就应该相信你的为人。所以魏公子，当年忘机看着你修习鬼道，他嘴上不说，可我却知道他内心的痛苦与迷茫，就像当年看到母亲一样。唯一几个相信我的人都死了。这世上还有人信你，蓝湛，敬你。人生得一知己，足矣。谢谢你。当年在木西山玄武洞底，你唱给我听的那首歌，到底叫什么名字呀？谁做的？我。你做的？江婉欣，你给我马上道歉。道歉？为什么要道歉？为侮辱了你们这段伟大的知己之情吗？蓝湛，你别听他的，我从来没有怪过你。去找人。Thank you.
下次见面，要想好这首歌的名字啊。